台彩昨晚开出了威力彩头奖，2.57亿元是一人独得。财神降临在基隆的坎仔顶一间彩券行，老板是开心的放鞭炮来庆祝，心情激动不已，直呼前几天有飞来一群鸟在屋檐盘旋，没想到就是好兆头。鞭炮声响彻云霄，因为基隆坎仔顶这间彩券行开出2.57亿威力彩头奖，而且是一人独得。台彩十点多的时候通知我，店里开出头奖，我们没有不知道，都没有任何头绪，特地来买，对。好彩头，新闻有报道，对啊，恭喜他们。业者兴高采烈，不少民众也来沾喜气。2.57亿一人独得，财神降临，共享喜悦，直呼是喜鹊捎来的好福气。不在意，哇，真正开出来。这间彩券行位于基隆市仁爱区，知名坎仔顶与市里，也在基隆庙口夜市附近。不少民众路过都会顺手买张彩券，没想到这回鸟儿盘旋后开出了上亿头奖，到底是谁好手气？老板也难猜。继续分享喜悦，让更多人好运到。记者蔡志仁基隆报道。